因为本身面料是非常非常有弹性，裤头是松紧的，好松紧的，然后裤裆的部分呢、啊，也不用担心，这边都非常的有空间。那小溪穿咖色，然后还有黑色跟白色，我刚才已经有说了，它是这样子弹性的，看出来弹性的，然后是麻棉材质。是，你们有买过跳跳裤的人就会知道，弹性麻棉，夏天穿有多舒服。腰头做松紧，而且腰头的车线也都帮你车到固定，然后你看到、哦、大腿、小腿的地方全部都是做到有弹性的哈、哦，所以它是有弹性，非常的好穿，然后穿起来很显瘦哎，你看 Kiki 的黑色高帅。然后后面裤子的部分，裤后面有口袋，这个地方细节度就不一样的。然后还有看到这个假拉链，假拉链。然后侧两边的部分，这边都有一个斜车线。好，这边跟过去增加大腿这边的挺度。对，那也是因为它，你看光如果是整片的话，它那个大腿的面积就会非常的明显，因为有这一个车缝线，大腿的部分都帮你做到修饰。好，它都帮你做到修饰。那裤脚的地方也都是做到内缩的地方，裤脚又比较收，所以穿起来真的很显瘦。这件很瘦，而且你们看一下，我16，我是168，我穿裤长还是这样子刚好全长，分量感很好。来，有分尺寸，玉婷跟我都是穿 M 号，小西西是穿 XL 的部分，所以 Kiki 建议哦 ，S、M、L 的拿 M 号 ，XL 及2L 可以穿，拿小西西的尺寸，2L 可以穿，小西西的尺寸都非常好穿。价格的部分呢、啊，我刚刚有做确认啊，真的是哦。我在定价的部分都是以他给我的价格来核定的，那我也没有定错价格，实际的价格真的是超级无敌便宜。